안녕하세요. 저는 정희근입니다. 저는 진자러입니다. 郑伊健、钱嘉乐同音乐监制陈光荣日前去到韩国出席第二届中韩国际电影节，佢哋更加凭电影《黄金兄弟》分别夺得最受欢迎男人气明星奖、最佳动作导演奖同 OST 奖，认真威水啊！不如一齐去睇下佢哋当时得奖嘅情形啦。안녕하세요. 저는 진자러입니다. 你好，我是钱嘉乐。谢谢中韩电影节颁这个奖给我，很大的鼓励。然后又谢谢黄金兄弟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成龙大哥他的投资支持，谢谢中韩电影节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相信为什么。今年可以拿到这个奖，也是一部电影，就是《黄金兄弟》，也是感谢我们的全体。没有《黄金兄弟》就没有今天拿这个奖，感谢。还有今天天气很好，原来韩国的风景很漂亮，谢谢。你想久坐的，然后请一下你韩国。